这次没有 autotune， 别跟我说什么电音，明明什么都不懂。百万混音，这歌没混直接发。说我不会说唱的，只是不懂说唱文化的多样。现在给你们来点简单的歌词和 flow， 该说该骂的给了你们充裕的时间。虽然你们人多，但我也从来没在怕的，根本不是一个 level。事情发生以后有人叫我不要 diss 了，不在一个高度较真就没有意思了。现在风气 diss Chris 是正确的，实在不知道今天还有谁在乎真相的。科技不同改为人先者，必然必多非议，不会服从于是不松，天地之间自然只有差距。但站在我的角度，知道我的难处，为了 hiphop 后不显然混乱中，我宁愿自己弱势的，想要偷到别人身上还想控诉我 AA， 都说是为了 hiphop， 真的人确实不太好找到。到处都有红眼病，有色眼睛，想要热度想看把我红到爆，每天言语攻击背后挑衅，怎么不拿出点成绩，我想买个热搜上纲上线，说话都失去了逻辑，真以为读懂了天龙八部，我骂人不带脏字够有风度，喝得出 dish 那些话术，真想红就别玩那些招数。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姿态狼狈，多少人等我下坠，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娱乐万岁，多少人心的可悲。盲目跟风是不主流，被水军操控的傀儡，千里兵在屏幕后面做案件杀人的魔鬼，请给我一份尊重，看似简单却举足轻重，网络时代一直在放纵，没有负责所以都太冲动呀。虽然小船多，所以非勾解的啊，哦，虽然暴力多，对女孩子都不放过，哦，尊严都被践踏，不了解事实说那废话，嘴里说扭曲的大话，生活充斥娱乐八卦。所以我不想攻击，不想回击，男人世界难道不应该在世界上吗？不想攻击但不回避，没有出息你们只剩出现和世界吗？该去骂我就对，想好骂我起飞技术下坠，为何你不做不闻不看不想不听不懂，就乱叫和真是够累。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姿态狼狈，多少人等我下坠，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娱乐万岁，多少人心的可悲。